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揾動物心友會啊！點解突然間拍片，因為咧捉到呢個最尾個海洋生物啦，就係螢光螢。咁而家開個圖鑑俾大家睇啊，就已經全部齊晒啦。咁着紅點嗰就係我爭嘅呢個啦，螢光螢就係咁樣嘅，估唔到撳到捉到啊！太好啦！咁咧而家有其他嘢咧，就可以攞埋一啲。 李素嘅，好，等我快速拎先。成為海洋生物博士嘅一大步，40種全部收集晒啦，搞掂。咁而家呢度呢，就有個櫻花花飯，順便拍埋俾大家睇係點樣捉到嘅。好，咁而家入去揾狸貓大叔之前呢，我拎一拎嗰個螢光螢出嚟，係俾大家睇下。 劲靓啦，闪灵灵吓，咁咧如果展示出嚟点咧，就系咁样嘅，就一般啊。我拎上手就靓啲，咁我捉到几只嘅，好拎入去啦，嗨，晚安啦，有咩事啊？俾嘢你啦，就呢个荧光荧。 游啊，荧光游鱼，唔会有错，呢个就系荧光游鱼啦。哦，我赶时间唔听啦。系啊，咁样，再有机会再同佢解释啦。咦咦咦，咁啊睇嚟难度，海洋生物已经全部收集晒，系啊，冇错，已经收集晒啦。 好啊，咁而家睇下先，海洋生物呢就依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0種嘅海洋生物呢都全部齊集晒啦，有一個裙帶菜、海膽、鑽毛俠、角榮螺、扁面鞘。 就系咁样啦，咁咧鱼咧仲争几种啊？未捉到，唔知点解争6种鱼，昆虫就争2种，唉，真系可遇不可求。好啦，艺术品仲争好多啊！好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好，拜拜。